好，我们来讲气胸啊。那么，在职业医师、助理医师，这都是要求大家掌握，无论是内科学、外科学，都讲到个气胸。所以，我们把气胸、把内科学、外科学这些相应知识点都归纳总结在这儿。职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求大家掌握，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气胸的试题存在啊。气胸，那么就是指气体进入胸膜腔。胸膜腔是胸膜上层和壁层之间形成个密闭的腔隙，平时的时候一般没有气体，那么将气体进入这个胸膜腔，造成积气状态，那么我们称为它气胸。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肺的表面有一层什么胸膜的上层，那么在它的胸腔壁内面有一层胸膜的壁层，那么这是个潜在性的腔隙，所以当它这个胸膜腔积气的时候，那么它的气胸。积液的时候，那么叫做胸腔积液，也叫胸水。当化成气胸之后，那么胸膜腔的负压就变成了正压，那么就不能使肺心血量回流，因此就不能从程度的会影响心肺的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病因，哪些病因东西可以引起这个气胸？第一个啊，过泡支气管、气管、食管。这些破裂，也就是它的路径破裂，那么外界的气体可以进入胸膜腔。因为外界的气体，大家都知道，压力是正压，至少等于零啊，跟大气压一样。但是胸膜腔的是负压，所以当你肺泡、支气管、气管一到食管假如破裂裂口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从这个裂口进入胸膜腔，因为它是负压嘛。好，第二个是胸壁的创伤，你比如我拿刀搞你一刀，照你胸壁搞你一刀。就会给你胸膜腔搞破，那么呢，外界的胸膜腔就与外界空气相通，空气就会顺着这个裂口，那是进入胸膜腔，导致气胸。所以这个在我们试题中经常出现，一个尖刀啊，刺上前胸壁啊，什么3公分、4公分长的一个裂口啊，那么你马上就要形成条件反射，这个病人合并的气胸没有，这个病人合并的血胸没有，所以大家注意，和肋骨骨折一个样。大家重点要考虑合并气胸或血胸，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它经常在试题中出现。好了，第三种比较少见的，从来没考到过的胸腔内的感染，也就胸腔内产气的这些微生物的感染，那么它会导致气体少量的气体，因此也会导致气胸。第三个，我们看它的分类啊，分类按照发病原因来分，那么包括自发性气胸、外伤气胸、医院气胸。那么我们考的最多的就是自发气胸和外伤气胸。自发气胸一般在内科学考到的，那么就是继发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种病人，所以他去经常出题的时候就这样出：这个病人有 COPD 病史 N 多年，突然早晨晨锻炼的时候，或者是用力的时候，或者用力咳嗽的时候，突然什么胸痛、呼吸困难。一个有 COPD 的病人突然发生胸痛、呼吸困难，问你这个病人很可能发生了什么？自发性气胸。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叫做继发 COPD 的，这考了 N 多次。还有一种是近几年为了加大试题难度，你不知道 COPD 吗？容易并发气胸吗？我这是个不出 COPD 的，出个年轻人，20几岁、30几岁，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胸痛，问你这个病人发生了什么？自发性气胸，这些原发性气胸找不到原因的年轻人，突然发生气胸，所以这种继发气胸这两种情况。那么除了第一种情况 COPD 的患者并发气胸，这是他最常见的并发症，这个大家容易考，因为考得多，大家容易理解。第二种情况，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疾病，也没有任何诱因，胸压增高的这种咳嗽啊，这种表现、运动啊，都表现都没有，突然发生气胸，所以你就这种容易被误诊。所以大家在近几年的试题经常考这种东西，大家要容易理解。老师他就总是设计的这种什么陷阱让大家考，因为这种圆环气胸常常见于年轻人，所以大家看到年轻人突然胸痛、呼吸困难，马上就会想到是不是考我自发气胸。好，第二种原因就是外伤气胸，这个很好理解啊，一般不会错，为什么？他一般就是胸壁啊有肋骨骨折啊，或者是拿歹徒啊拿刀啊什么杀了你一刀啊，这个刀口一般都是比较小，3、4个公分，打开一个小口，然后导致里面什么气胸，这种一般不会出错，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外伤伤口嘛，外伤伤口他不考你气胸，不考你血胸，考你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种题目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错。
好了，医院性气胸这个我从来没考到过啊。你比如扎针灸了、牵制筋了、会活检了，导致气胸。还有我们在外科学外科营养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怎么样进行中央静脉导管的植放？哎，在肺间下进行锁骨下静脉植放，吃饱了所以会间导致气胸，这都是医源性的。好了，以第一种、第二种最常常考，就是滑鼻原因。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样，一系列就考的这个试题。男，73岁，这个病人慢性咳嗽咳痰20余年。一看的慢性咳嗽咳痰 N 多年的，我们在内科学跟他讲过，大家就马上应该想到这个病人考虑的什么 COPD， 是不是 COPD 持续3到4个月啊，每两到三年有近两到三年有活动过气喘，也就是近几年加重了，双下肢有时有水肿，也就是这个病人可能有心衰了，也就是这个 COPD 的病人何必有肺性功能失态长期。好，今日晨头然左胸痛，哎，是不是有胸痛来了？胸痛，头然左胸痛，与呼吸有关，继续出现呼吸困难。后面不看了，都知道了。一个 COPD 病人头然出现左胸痛，有呼吸困难，那么他出现了并发症，什么并发症？我们刚才说了，支发性气胸。好，还有老年人的 COPD 的，那么这种支发性气胸，所以这个就出来了啊。答案第一问的答案就出来了，他说该患者呼吸困难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支发性气胸，所以答案为 A。好了，大家注意了，能不能打其他的打一项呢？大家看看能不能打其他答案。加这个病人是急性胸膜炎，急性胸膜炎不会突然发生，是不是？它是慢慢发生的。急性胃栓可以突然发生，但是它有什么三年征呼吸困难胸痛卡血三年征，这显然不是，没有卡血，并且胃栓塞一般来说跟这个 COPD 的病史关系不大。好，急性心肌梗死肯定是胸痛，但是没有呼吸困难，并且这种病人是持续性胸痛。好，急性心肌衰竭绝对不会发的这么快，突然有呼吸困难与胸痛，并且急性心肌衰竭没有，一般来说啊，它没有胸痛，并且会有什么呼吸困难之后会出现什么会不大量的实心动音。好，这个其他的答案项第一个出来了啊，答 A 支发气胸。第二点，该患者查体最可能出现的阳性体质是什么？也就是第二问，他问你这个病人支发气胸会有什么阳性体质？答案 A。左会闻及胸膜摩擦音，闻及胸膜摩擦音，那应该诊断为什么？显微处心包炎，显然不是，所以 A 错。单比心尖部闻及第四心奔忙率，心尖部闻及第四心奔忙率，这说明其实是心力衰竭，所以这也不对。双下会闻及中等心力失落音，假如有失落音，常常提示肺部感染或急性左心衰，这也不对。好，答案 D， 左会构成鼓音。你既然会胸部有气体，当然主会扣着会鼓音，所以正确答案是 D。 哎，写出来了。好，三尖瓣闻及粗糙的环境性杂音，这三尖瓣关闭不全的声音，所以答案为 D 啊。好，第三问，为明确诊断最有价值的检查是，你假如诊断第一问是支环气胸，当然要拍个片子胸片，是不是？这最简单的检查，因此答案是 C。所以关键在第一问，第一问给他做错了，你假如给他诊断成错诊断为急性胸膜炎，那么第二问你就达成 A 去了，哎，问及胸膜摩擦音去了，是不是？所以假如你第一问给他去诊断为会栓塞，那么第三问你就肯定给他也要答第二具体去了。所以像这种题目，你第一个答错，二三问全部要答错。所以像这种题，大家要注意再注意啊，特别是答第一问的时候。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分类的第三种情况。这也是我们应用最多的，外科学应用最多的啊，胸腔内的压力分分为闭环气胸、张力气胸、开环气胸。闭环气胸顾名思义，也就是这个小的这个胸膜的这个裂口啊很小，它平时是不是闭合的，所以叫闭环气胸。空气大家注意了，哎，已经闭合了，空气就不再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闭环气胸一般来说胸会的压缩不是很大，所以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他都可以走得乐来，还会跟你对话，他就意思呢，我只不过这里有点痛，我这呼吸没有原来好了。好，一拍片子，这个病人估计会压缩，这个压缩了什么20%-30%，刚刚有症状就这种，这闭环气胸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好了，假如他的症状还很重，你跟他在第二来接锁骨中线跟他穿刺抽抽气，哎，这种病人就缓解了，一般不需要去胸腔背刺引流。好，第二种是张力气胸。张力胸顾名思义，那么就是这个胸腔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也把它叫做高压性气胸。怎么高压？那么这个胸膜裂口，大家看到这个图啊，这个胸膜裂口
这个图它是个伙伴的形式，吸气的时候，那么气体可以，外界的气体可以进去，呼吸的时候呢它出不来，所以是那个伙伴。所以吸气的时候空外界的空气进去，呼吸的时候它也不能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它胸膜腔内的压力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显著的高级哪些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患会就严重的萎缩，中隔会向监测严重的移位，严重的影响呼吸循环，这个病人会突然死掉。所以张力心胸是个急症，必须要进行什么急救。急救那么它最主要的张力心胸，我们也在教大家什么高氧性急救。从这个特点大家就知道它的什么压力高是它最主要的特点。所以胸膜腔的压力高，因此大家想一下，我要急救的时候什么肯定要给这个高压力的这个胸腔的气体给放出来。所以它最主要的急救方式应该猜得到怎么样，用个出针头把这个气体放出来就完了，这就是它最主要的急救方法。假如你不放出来，那么这个纵隔就摆动会就严重的压缩，你看看是不是像这种的，那么就会严重影响它呼吸循环衰竭，呼吸循环障碍，导致最后呼吸循环衰竭，最后死掉，马上就死掉。所以这是个急症。还有第三种就是开放气胸，顾名思义就是伤口啊足够大，很大很大，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体可以是吧进去会内胸膜腔内，呼吸的时候呢胸膜的气体也给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胸膜腔的压力可以随着气体的进出都有一个变化，所以它有什么纵隔叫摆动。所以纵隔摆动，什么叫纵隔摆动？吸气的时候啊，纵隔摆向哪一侧啊？摆向监测区。呼吸这个呢，纵隔摆向患侧。但是，不论你怎么说，你容易吸气，所以它的这个胸腔内的负压就没有我们正常大。所以它能不能在呼吸的时候能不能回位啊？摆到我们原来的？你比如说吸气的时候，它摆到监测区了；呼吸的时候，它回来向监测回来。那么这个中隔大家想一想它能不能完全回来，不能完全回来，所以它摆动的时候有点专门考过这个摆动的位置应该在哪儿啊？应该沿着中线摆动，那么这个中线一定去啊，在监测和中线之间摆动，它就完全回到原来的患侧这边来，回不回得来？回不来，因为它有大气啊。好，开放，这是开放气胸，开放气胸也是个急症，但是它没有张力性气胸急，所以它的这个会内压还会周期性变化，所以它没有张力性气胸急，但是是个急症。那么要处理这种急症，急救怎么样？把这个开放性伤口变成闭合性伤口，拿一块干净的纱布敷掉，把它什么堵起来，这个洞堵起来。当然呢，假如在现场没有这个干净的纱布，什么拿个衣服堵起来，连衣服都没有，这个用哪个树叶、草药啊，都给它什么堵起来都可以。这就是开放气胸的特点。所以这三种类型特点我们就按照胸腔压力把它分为闭合气胸、开放气胸以及张力气胸三种类型。好了，16年就开了这个简单的试题，它的开放气胸是指开放气胸，开放气胸顾名思义，那里胸膜腔跟外界空气是相通的，所以胸部伤口与胸膜腔相通，答案为一，这个比较简单啊。我们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开放气胸引起的病理生理紊乱表现为什么，也就是这个开放气胸的病人，那么他的什么病理生理改变，那么这种试题经常会考到你。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患会萎缩，呼吸功能减退。你看看哪一侧假如开放气胸，外界空气与胸膜腔相连，当然这个呼压就消失了，是会压缩。平常的这个会内胸内是呼压，胸膜腔内是呼压，这是个跟外界空气一样为零，那么这是个会就会压缩了，呼吸功能当然就减退了。所以 A 你看马上就会给它写作为正确答案显出来，所以正确答案为 A。 答案 B， 患侧胸膜腔压力高于大气压，纵隔移向监测。患会的胸膜腔压力不可能高于大气压吗？最多跟大气压相等，也就是等于零，所以纵隔向监测移位，那么这句话是对的，前面这句话不对，所以 B 项不正确。答案 C， 吸气时纵隔移向患侧，呼气时纵隔的胸膜腔压力低于大气压，呼吸时胸膜腔的压力那么不可能低于大气压，在低于大气压怎么呼出来呢？是不是吸气时纵隔移向患侧，
袭击的时候，由于它跟外界相通，那么它虽然朝这边有点摆动，但绝对不会什么一向换车去，那么总是一向监测的，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引起反常呼吸运动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引起反常呼吸运动，这是多根多处肋骨骨折的特征性病理性改变，所以它不是开放性病理性改变，显然一向不正确，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一，答 A 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会萎缩的程度，来分为小量气胸、中量气胸、大量气胸。大家注意，我们无论是内科学还是外科学教材上面，都只有这个小量气胸、大量气胸、中量气胸这个概念，但是没有对它进行定义。究竟什么情况下叫小量气胸，什么叫中量，什么叫大量，这里面书上是没讲的，也就是内科学外科学都没讲，但是在实际中经常要出现，所以我就专门去找了什么条件下叫少量，什么条件下中量，要什么叫大量气胸，专门查了。按照会萎缩，就是这你拍胸片这个萎缩线呢，压缩线，会萎缩假如小于30%，小量气胸，3%达到50%，中量气胸大于50%，那么是大量气胸。在皇家的外科学定2022名，专门有这个数据，所以这就我们就罗氏了什么叫小量、中量、大量气胸的定义。好，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考试中间不会告诉你，但是他常常会这个病人啊会压缩了什么40%，问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治疗。哎，小量气胸不需要治疗，小于20%的不需要治疗，那么中大量气胸要干什么？哎，要胸腔穿刺抽吸，假如抽吸不行的还要怎么样，还要你们大量气胸的还要什么胸腔鼻刺引流，所以他只给你小量气胸、大量气胸，那么其含义就是这一个。希望大家把这个几个数字记住啊，因为这几个数字在考试中间经常要利用到，但是你教材上有没有。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三种类型的气胸第一临床特点。这三种类型的气胸临床特点经常考到，第一个闭环型气胸，我们先来看，那么它也是单纯型气胸。张力气胸呢，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胸膜腔的压力增高，因此我们也把它叫高压型气胸。开放气胸就是个胸壁伤口很大，那么吸气的时候气体可以进去，呼吸的时候气体可以出来，所以这种病人我也叫它交通型气胸，这个别称希望大家记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每一个气胸的特点。闭环气胸，它由于它的这个裂口，胸膜腔的裂口比较小，所以气体不能自由进出，很可能在裂开的这一会儿气体大量进去了，但是在以后气体就进不去了，也不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胸膜腔的压力会增高了，由原来的负压变成了估计接近地区大气压。那么纵隔由于这个负压消失，纵隔又向哪儿啊？渐侧移位。好，它还有特点，气管朝哪儿？渐侧移位。纵隔向渐侧移位，气管肯跟你跟到向渐侧移位。伤肺，那么可以会萎缩，萎缩的程度主要取决你进去气体的多少。假如你进去的气体很少，那么压缩的不很重，你比如说20%以下很可能没有症状，假如你会压缩的超过20%很可能有症状，你而且超过了90%，那么病人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好，视诊的时候胸廓怎么样啊？由于你进去气体之后，那么胸廓肯定是饱满的，皮下气肿没有，纵隔浮动没有，因为它纵隔不会摆动嘛，所以没有纵隔浮动，这就是它的特点。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可以什么一个一个把它什么推导出来。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张力气胸呢。张力气胸也就是这个的伤口像个活伴一样，吸气的时候外界的空气可以进去，呼吸的时候它不能出来，所以空气不能进自由进出，只能进不能出。由于空气只能进不能出，所以胸膜腔的压力是越来越高，随着它的呼吸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它叫高压性气胸。由于高压胸膜腔的压力增高，所以大家看看纵隔那么就像换检测显著的移位。好，那么器官也像检测显著的移位，伤会常常会完全压缩，你就拍个片子很可能压缩90%甚至100%。由于大量的高压气体在上侧出现，所以这种病人的胸廓那么四肢是饱满，由于它高压，那么这种气体可以经过纵隔到皮下，你比如颈部的皮下，这种病人就是皮下气肿很严重。好了，大家注意了，这种病人有纵隔像渐侧的显著移位，但是有没有纵隔普通没有啊，纵隔它不摆动，为什么？它吸气呼吸都是向渐侧去，
不想换出来，所以他没有摆动。好，这就是他的特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开放袭胸。所谓开放袭胸，就是这个裂口啊，足够大，哎，吸气的时候，气体可以进来，呼吸之后，气体可以出去，所以空气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胸膜腔裂口，因此胸膜腔的压力跟我外界的大气压相等，都等于零。那么这种病人有中隔浦动，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会像什么渐侧移位，呼吸的时候呢会过来一点，但是不会过来完全，所以它是原在患侧和中隔之间进行摆动，它不是原中间50%中线进行摆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三会，那么就是显著的压缩。胸廓视诊，大家注意了，一般有伤口，一般给你的都是个大外伤，拿刀砍你一刀歹徒，哎，你他说这个伤口有3-4公分，然后就可以有这种叫做吸吮伤口。什么意思？吸气的时候看着这个气体进去，呼吸之后看着这个气体出来，叫做吸吮伤口。所以大家看着这4个字吸吮伤口，那 OK， 绝对是考虑的开放吸胸。有时候他给这个吸吮伤口翻译一下，不叫吸吮伤口，他说检查的这个可以听到空气进入伤口进出伤口的声音，吸哎，听得进空气进去，呼听得空气出来，所以他就说检查体检的时候可以发现听到这个伤口这个空气进出伤口的声音。什么意思？就是吸吮伤口，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可以听到进去的声音，呼气这个可以听到伤口这个声音空气呼出来的声音，叫吸吮伤口。好，这种病人由于他的大气压是等于零，所以他没有高压，因此这种病人没有皮下系统，但是有中隔摆动，所以这就是他的特点。这种特点你理解了，你看看是不是像我这样，你都给他每个特点自己都可以讲出来，自己都可以推导出来，所以你碰到这种试题了 OK， 你就自己把它打出来就行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啊，下面这些四柱口蹄。好，我们再来看看闭合气胸，由于它有气体，那么上肺肯定构成有鼓音，因为是气体嘛，听诊呼吸减弱或者消失。什么叫减弱？当这个病人肺压缩不是很厉害，里边只有20%-30%的时候，还有一部分肺有呼吸，所以听到的声音，但是比原来减下降了。当这个气体这个肺全部压缩的压个90%-100%，怎么样？呼吸消失了，胸片可以看到肺萎缩。那么假如我要跟你抽气，你比如说这个病人胸腔背时引流或者是穿刺抽气，抽气之后压力会下降之后，由于气体这个眼字比较小，胸腔的裂口比较小，所以这个气压力不会是抽气之后马上下降，不会什么马上再上升。张力气胸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里面的肺很多，所以这种伤肺构成成鼓音，因为气体量大嘛，伤肺一般呼吸音都是消失的，为什么会严重压缩。假如我再来用这个抽气穿刺抽气，抽针头穿刺抽气，抽气之后什么压力就迅速下降了。所以我们急救的时候就是穿刺抽气，一般在胸骨第四肋间锁骨中线患侧，那么这样穿刺抽气，请大家注意的时候穿刺抽气一定要注意啊。为什么？有些同学说这个病人张力气胸吗，我就赶快拿个什么大的针头来抽气，一抽气这个压力很高，马上这个气体巨大的气体，高压的气体就从那里出来了，一出来怎么样啊，哎，大家想想气体一出来一解压，这个中隔就像患者剧烈的摆动，一剧烈的摆动说不定呼吸你要出庭死掉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张力气胸，这个晃气的时候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很舒服，应该说慢慢的晃，慢慢的晃，让它有个抚慰啊，有个适应，不要突然搞个很粗很粗的针头，甚至是什么钢笔啊这种东西，突然一放气，那么这个中隔摆动很厉害，最后什么抚慰了之后，这个病人心跳骤停死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急救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看开放气胸。开放气胸嘛，大量的气体进入胸腔内，当然口齿是鼓音，由于是开放，所以外界的气体跟着胸膜腔的压力相等，因此上会完全受压缩，那么这时候呼吸音消失。假如你再进行抽气，抽气没什么作用啊，你抽出来气体有个这个大量的伤口这人就进去了，所以压力马上就浮升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这三种类型的这种气胸的特点就这样。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七年考的这个试题，以下不属于张力袭胸，大家注意了，是不属于张力袭胸的。临床特点是胆 A 纵隔明显向患者摆动，大家看看纵隔是向患者摆动是坚持啊，张力袭胸压力大，张力大，那么他肯定向哪儿啊？向坚持移位，坚持是负压，患者是正压，所以他不可能向坚持移位，因此应该向不可能向患者移位，应该向坚持移位，所以哪个不正确？胆 A 不正确。这个题目很简单啊，答案 B， 患者胸膈腔的压力增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叫高压性袭胸。这种病人是三种袭胸里面最危急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由于高压，这种高压气体可以经过皮下纵隔到皮下形成皮下系统。你看看，常常在哪儿皮下系统比较多呢？颈部。好，伤会完全萎缩，那么间质会扩张受限，所以这是正确答案项，那么为 A。 我们看下面考的这个试题，女22岁，头发右侧胸痛伴胸闷1小时，伴中午时头发右侧胸痛伴剧痛，伴有呼吸困难，刺激性咳嗽，呼吸困难进行加重，血压是100的65毫米汞柱，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一个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那么在搬重物啊，或者是胸膈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头然呼吸困难加胸痛，没什么说的，这只是发急性胸。年轻人一般都是特发性的，找不到什么原因。老年人一般都是 COPD， 慢性阻塞性呼吸疾病，第四次口头然会大发崩裂之后导致气胸，所以这都是自发性袭胸的特征与表现。那么见到这种特征与表现之后 OK， 那么就答自发性袭胸，所以这个题应该正确答案答 B。好了，大家注意，为什么不答 A 呢？为会三色，那么也有胸痛，也有呼吸困难，但是有卡血，这三年的这点性表现，所以不答 A。 答 C，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是突发性胸痛，这种胸痛是撕裂胸痛，并且是胸骨后就撕裂痛痛，并且在什么时候痛？血压增高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血压没有增高，所以血压不增高，你想想主动脉壁怎么会撕裂呢？主动脉壁怎么成夹层呢？是不是？所以啊，这种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撕裂，这个往往胸痛的很剧烈。这个血压这么非常高，一般都是180、230，这是个你的诊断主动脉夹层，所以 C 不正确。单底内间神经痛，大家注意，内间神经痛不会是头发的，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痛的时间很长，它绝对不会是什么一个小时，是不是？跟搬重物也没什么关系，神经性疼痛嘛。好了，胆一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一般没有呼吸困难，也表现为胸痛，但是没有呼吸困难，所以这个也不是心肌梗死，是也不答一，因此正确答应该答 B， 这就是个年轻人特发性的自发性气胸，所以正确答案答 B 啊。好了，我们来看治疗，治疗三种类型的气胸，我们来一个个看治疗。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闭环气胸了，闭环气胸大家都知道，当这个气体量比较少，小量气胸会压缩小于20%的这个无需处理，这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啊，内科学考了很多次，就是会压缩20%，那不需处理一般没有症状，1到2周之后它自行吸收了。当大量气胸，什么叫大量的气胸？我刚才说了，你们书上只是写讲了大量气胸，没讲也会压缩多少。我再次跟大家说啊，这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会压缩小于30%，小量气胸30%到50%，中量气胸大于50%，大量气胸，也就这个病人假如说会压缩50%以上，那么必须行穿刺周期，胸腔背侧引流，以排除积气，逐渐会膨胀。当然呢，假如这个体干在20%到50%之间会压缩量，那么做不做胸膈腔穿刺，那么你就看着办，就是根据病人情况耐受的情况啊。有些病人不能耐受，一到压缩30%，他就感到呼吸困难，怎么样？这种病人做个胸膈腔穿刺，否则可以不做。别人能带上可以不做，他慢慢的吸收。好，这个就是闭环气胸的治疗。大家看啊，这个图上面你看看这个肺的压缩限制，到了这儿来，估计压缩到95%以上，是不是？所以这种病人绝对要进行什么胸腔闭塞引流穿刺，我估计都不能解决问题，这种病人压缩太大了。好了，继续我们看一七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继续看啊。男性20岁，这个病人突发右侧胸痛，加呼吸困难。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年轻人突然呼吸胸痛加呼吸困难，这是什么？原发性气胸，自发发生的啊。他的
脉搏很快，150/每分，血压90/60，这个病人有口症发干，其原因是因为什么？气胸之后导致的缺氧。颈静脉的无障证明他的胸腔内的压力很大，右侧胸部喷红，口诊成鼓音。为什么成鼓音？气体才成鼓音嘛。呼吸消失证明他会压缩很大，所以心音摇曳，因为都是气体，所以这个病人听心音听不出这些 听不很清楚。因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好，这个病人也诊断的去置换气胸，置换气胸又诊断成什么？大家看看诊断什么？诊断成这是什么？胸廓盆隆，哎，三种类型的气胸：闭环气胸、张力气胸、高压开放气胸。大家想一想，哪个胸腔盆隆最大？哎，压力最大，当然是张胸腔的压力最大，当然盆隆最厉害嘛。因此，因诊断成什么？张力气气胸。也叫高压气胸，所以他问你急救措施是告诉干什么急救？干什么急救？那个出针头就是为胸膜腔穿刺，给这种高压气体放出来。一般胸腔穿刺的气体部位在第四肋间，在第二肋间左右锁骨中线，也就是患者的锁骨中线。所以正确答案为一。当然呢，这个题就是其实呢就是考你个气胸的诊断，气胸诊断清楚了，那么大家肯定把这个一打了出来。就怕你一个这个气胸诊断错误了，你不知道是气胸，为什么你不知道？年轻人突然发生的这种置换气胸常常会导致置换气胸，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概念，不知道这个概念，那么就经常就错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开放气胸的治疗。开放气胸我们跟大家说过，也就是说这个胸膜腔的裂口很大，吸气的时候气体可以进来，呼吸的时候气体可以出去，所以我们在这个急救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开放气胸变成了什么闭环气胸，怎么办？拿个纱布给它什么堵一堵嘛，把这个裂口给堵起来就 OK 了，是不是？好了，这是急救措施啊，急救措施就这样。到了医院怎么办？到了医院，因为这种开放气胸常常有个裂口，它尸体中间藏的是什么？一个歹徒呢被一个人被歹徒什么杀了一刀，这个刀还是个尖刀，什么伤口3到4公分都是这样处理，所以这种病人开放气胸一定要进什么心脏活，把这个伤口由开放的变为闭死。在清创活的过程中，我顺便要加一个什么闭死胸腔闭死引流，哎，这胸腔闭死引流，胸腔闭死引流里再有气体，那么这个气体就到胸腔闭死引流管里面去了，这个时候肺就会慢慢腹胀，这就是大家什么经常考的知识点。由于他有伤口，所以这种病人要常常要什么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鼓励病人咳嗽。假如这个病人合并有血胸，还要进行开胸探查。好，这个就是开放气胸的主要治疗。胸腔闭死引流大家注意了，在临床上非常重要，所以他也经常考。好，哪些病人也需要进行胸腔闭死引流？刚才我跟他说了，开放气胸药、张力气胸药，哎，大家只要诊断的开放气胸、张力气胸，他问你该怎么治疗，首先怎么治疗，你要是打什么胸腔闭死引流，而不是胸腔穿刺。胸腔穿刺主要适用什么？大量的中量的闭环气胸，所以对于大量中量闭环气胸，既可以从胸腔穿刺，也可以胸腔胸腔闭死引流。一般我们在临床是什么？先做胸腔穿刺，假如能够这个病人能够缓解 ，OK， 不做闭死引流了。假如不能缓解呢，再做闭死引流，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对大中量的这种闭环气胸，我们刚开始是做穿刺。然后不行无效，那么就胸腔闭死引流。当然，对于开放气胸、张力胸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气胸，那上来就做闭死引流。好了，这三个啊，这个是印证，因为经常考，所以我跟大家用黄叶式试剂表示出来。考试之后经常要用到啊，其他的后面的这三个，自身很少考了啊。胸穿治疗之后肺无法腹胀的，就是胸穿无效的，当然要闭死引流。人工机械通气，那么造成血气胸气胸的，要进行胸腔闭死引流。胸膜腔引流之后，气胸血胸复发的，抛胸探查的，胸膜腔这个消失了，那些负压消失了，当然要放出闭死引流。所以像这种后面的这三个啊，很少考，重点掌握前面的这三个黄叶式的指针啊。大家考了很多的，考来考去总在考这黄叶式指针，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我们来看2018年考的这个试题，男28岁，背部倒刺伤1个小时急诊。那么他题，脉搏很快100/每分 ，R 呼吸25/每分 ，BP 90/60毫米汞柱，面色略苍白，左侧脊柱旁可见一个3公分的伤口，
也就是这个病人背部被刀尖刀刺伤，伤口是3公分，有空气进出的象征，这什么意思？有空气进出啊，这证明是个开放气胸。哎，读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个开放气胸的病人。未见血溢出，外面没有经血溢出，很可能这个血顺着这个伤口流到哪儿，用的流到胸膜腔去了，是不是？大家再看胸部 X 影片，可见少量的液气胸，什么意思？液体，这液体肯定是血液，血胸，气胸，所以这个是开放性胸合并于什么？血胸，所以此时最佳的处理是，这个开放气胸的病人，我们急诊处理首先是把开放气胸变成闭环气胸，所以要封闭伤口。由于这个病人具有什么气体，具有液体，是开放气胸，所以我们要是用胸腔背式引流，所以胸腔背式引流的开放气胸、高压气胸都要进行胸腔背式引流，因此正确答案就出来了，都应该答什么？答一啊。好了，大家注意了，能不能答？哎，清创活。心脏活不着引流啊，大家注意，胸膜腔的内压被破坏掉之后，那么这个病人会压缩，不能得到恢复，所以不打 A。 单笔开胸探查，为什么啊不能用开胸探查呢？因为它是少量，大家看看，少量液气胸，也就是说开胸探查要不要止血啊？说不定这个病人的血很少，不需要做这么大的手术，开胸探查。所以假如我这个少量改成了大量的液气胸，那么叫开胸探查。所以少量的液气胸很可能这个胸腔背式引流这个血停止了，哎，气也不多 ，OK， 这个病人就好了，所以不需要做那么多手术，因此正确答案答一，不答 B。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气管插管呼吸机姿势。这个开放气胸的病人，气管插管呼吸机姿势，那么难以纠正这个病人的气胸病理生理改变，所以不答 C。吸痰根本上就不是痰液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吸痰有个什么作用呢？因此正确答案答一啊 ，A、B、C、D 都不知道。正确的处理方法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气胸的治疗，张力气胸。张力气胸大包括急救或医院处理。急救没什么说的，刚才我已经反复地说过，这个病人张力气胸由于他的气体压力非常大，那么就找个抽针头在他的气胸的穿刺部位穿刺之后放出，这就是什么这种高压的气体。一般我们在这是胸部第前胸壁的第二肋间，左手骨中线和右手骨中线就换成手骨中线，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穿刺之后，为了打到医院还有一段时间，从现场急救之后到了医院还有一段时间，急救车嘛，你不是120急救车送到这儿时，那么外面还有几个什么单向的伙伴装置，单向的伙伴装置大家说起来难说，那么这怎么呢？就是我们拿一个手套的指尖呢。手套不是个指尖吗？剪那个指尖，那么在那个针头的什么远端，哎，把它剪上去。你剪上去这样子，敞开漏气啊，漏气怎么样？用个线把它系到，系紧，把那个线呢系紧，系到那个什么，接住那个抽针头的远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吸气的时候什么，这个手套这个套鼻，连前后连在一起，气体就不能进去了。呼吸的时候，大过这个手套打开。大概出来，所以这是个就形成一个伙伴装置，这就是我们张力气胸最主要治疗啊。好了，这是急救化措施，到了医院来了呢，没什么说的了。我说张力气胸只有一种治疗方法，那就是胸腔背式引流。好，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所以这种张力气胸的治疗就这样了啊。好了，继续我们看1995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继续来看啊。男性20岁，这个病人闭会胸部外伤5小时，他也告诉了这个病人有胸部外伤，但是没有伤口，他的口唇滑干，单走呼吸，这都是什么引起啊？这都是呼吸困难引起的。左侧胸壁周期皮下气肿，一看到皮下气肿这4个字，马上应该想到是什么？是张力气胸。因为在三种气胸中，只有张力气胸高压气体才出来，才能导致皮下气肿，所以皮下气肿是张力气胸的特征性表现。因此这个时候马上应该诊断这是张力气胸。好，大家看看气管右偏，证明他伤口在哪一边呢？在左边，哎，左侧呼吸消失，所以这个病人应该诊断如何呢？左侧张力气胸。所以他给我考虑你的什么正确的急救措施是什么？哎，一个张力气胸的病人，我们要急救措施，我刚才讲了应该怎么样？哎，穿刺周期，左侧胸腔穿刺周期，所以答案是 B， 所以答案 B 就这样来的。好了，假如我这下一步第二问，我再问你，该病人送到医院之后的治疗应该主要治疗措施是什么？应该答什么？
单位胸的病人应该他知道怎么治疗，哎，应该用胸腔皮质引流。所以像这种题目他可以考到你什么几问都来考到你，一个考你治疗，一个考你怎么诊断，一个再一个考你什么急救。所以这种病人第一题他往往可以这样出，这个病人诊断过什么，你答张力胸。第二个，这个病人急救才有什么措施，胸腔穿刺。第三个，这个病人的治疗才有什么重要措施，胸腔皮质引流。所以这三问达到了，你基本上对这个张力气胸的诊断、急救、治疗，大家就搞清楚了啊。当然临床表现也搞清楚，临床表现你搞不清楚，你根本上不会诊断了，是不是？好了，我假如这样再给大家提供，为了明确诊断，该病人首先的检查是什么？对一个气胸的病人，不论是什么气胸的病人，首先的检查一定是胸片。所以你看看，我这样一出四个诊断，四个问题，四个问题，经常考的都出来了，是不是？好了，继续我们再看02年这个试题。30岁啊，一个男性，30分钟之前被刀刺伤右前胸部，刀刺伤右前胸部，想得到，得到这儿，大家就马上搞定了。他会考虑什么东西？开放袭胸吧。这开放袭胸是拿刀一砍，捅你一刀，那么这个时候会到这个伤口，那么这个伤口一般比较大，那么去吸气的时候，气体可以进去，呼气的时候气体可以出来，所以有吸存伤口的表现。所以得到这儿，你后面不看都知道他考虑什么。开放气胸，好了，这个病人咳血痰，呼吸困难，血压是107/78，脉搏很快，右前胸有轻度的血压系统，大家注意了，不要看到这个血压系统给他诊断的张力气胸，为什么？后面再继续看，右手中线在第四肋间看一个3公分长的伤口，也就是前胸壁有个伤口。好，就近到胸膜腔血没有，在这里继续看，所以呼吸有气体进出伤口的响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吸吮伤口啊，是不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吸吮伤口是开放吸胸的特征性表现。好了，大家注意了，又有皮下系统，你不是皮下系统是张力吸胸的典型表现吗？那么为什么这个病人要诊断成开放吸胸，不诊断张力吸胸吗？第一，这个病人有外伤室；第二个，这个病人有伤口；第三个，哎，你都看得到这个气体进出，听到这个气体进出伤口的声音。那么也就是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体进去，呼气的时候它出来，你想一想，这不是开放气胸是什么吗？好了，为什么又会出现皮下气肿呢？大家注意，为什么出现皮下气肿？当我这个伤口一进去的时候，这个气体马上一进到我的胸腔里面去，它由原来的负压变成正压，很少很少的气体，它假如从这个伤口里出来，哎，大家看看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哎，出来的时候这个伤口就像战队一样，这个教室里面有100个人，头儿发生那么意外，大家往门口冲才给门口挤到了，气体也是这样，都想冲出去，再给门口挤到了，挤到没办法，他有些不能进去，怎么样？就到皮下这个输送结缔组织中间是吧？哎呀，几个漏网之鱼跑到个皮下输送组织里面去了，所以他有轻度的皮下系统，就这样来的啊。所以这个人应该诊断成什么？开放气胸。好了，第一问出来了，该病人的中隔的位置在哪儿？中隔的位置，我们说开放气胸有中隔摆动，但是是不是原因的中线摆动？不是的，所以中隔的位置不在正中线，中隔的位置一定是原来哪儿啊？原来哪儿？哎，一定是在哪儿在呢？在我们间尺和这个患者之间正中线和患者之间进行摆动，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一，因为他的刀口在哪儿啊？在右侧。由于在右侧，所以这刀口在右侧，他要偏到哪一侧去？偏到左侧去，是不是？间侧去。那么这是正中线，大家看看，这正中线。所以这个病人的中隔可以摆动，摆动朝哪儿摆啊？沿着中线摆动，但是不在正中线摆动，一定要偏向哪一侧？偏向左侧。为什么呢？那总而言之，开放气胸的病人，他总也回不到原来的正常位置，因为他不是胸腔的负压，所以他应该在什么左侧或正中线之间摆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刀口的这一侧和正中线之间摆动，这间侧和正中线之间摆动，因为左侧是间侧，所以答案是一，不要答 D， 那更不要答 C， 因为 C 在正中线之间摆动，他不可能在正中线摆动，是不是？他吸气的时候气体可以进去，呼气的时候气体可以出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气体出来不完，所以他不可能到正中线来，所以他总在左侧或正中线之间的摆动，那么这就是他的什么正常的位置。好，答案为一，
好，第二问，大家看看，此时应采取的急救措施是什么？哎，由于这是个开放袭胸，那么它的急救措施一定是把开放袭胸变成闭环袭胸，哪个纱布把它堵起来？所以答案为 D。好，第三问，肝癌患者入院之后半小时入院病房，病人呼吸困难，轻度肝癌，右胸皮下系统明显加重，右肺完全压缩，那么纵隔向左侧移位，左侧右膈肌水平可见叶平面，正确位置处理应该是干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开放袭胸的病人到了病房里来治疗，应该怎么治疗啊？哎，胸腔背刺引流吗？所以这个病人有伤口，应该清创火锅的同时，胸腔背刺引流。所以正确答案为一。像这种题目啊，大家考你一个急救，考你一个诊断，然后再考你一个治疗。所以这三问大家怎么都应该给他搞清楚啊。